看婚前婚后的区别。结婚前，哎，老公，咱俩十一去哪儿啊？外面人那么多，咱俩在家逛二人世界不好吗？我不要，你又想欺负我，我才不要跟你待在家里呢。生气都这么可爱。结婚后，老公。是啥意思啊？走，回屋。媳妇儿，今天可是十一，提倡全民休息，咋的？你还让我加班啊？还挺不服气。休息是吧？来，我给你算算，一个月30天，我特殊情况7天，你陪朋友出去吃饭5天，你加班到半夜5天，我给你生气1天，你给我生气9天，这就去了28天吗？就剩2天，你还给我提休息？看你这个不讲理的样。媳妇儿，节假日上班，人家都是给3倍工资的。哼，你跟我提钱是吧？我给你5倍，走，回屋，我让你明天都不带出来的。走。哎，不，媳妇儿。世俗总要